不确定户呢。严哥，小熊，哎，小熊，小熊熊，好久不见啊！手里吃什么？吃的了？吃了吗？你们想吃，我下次再给你们做哈。我想先问一下，严哥在哪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给他发信息、打电话，他都不回我。他应该在忙着练琴。对，练琴。啊，是吗？啊，那我去琴房找他。别！啊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从琴房被唐唐赶出来。啊？唐唐，啊，我们也要练琴啊！唐唐怎么能和严哥霸占？哎，别！琴房呢？别说了，行吧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唐唐不是要出国吗？所以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们先忙，我有点事先走了，下次再给你们啊。哎，拜拜。你说你这个书呆子。该说话的时候像个哑巴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就你知道强大。我说的是事实。这段时间呢，辛苦你帮我照顾严苛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下线了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可是这些年以来，陪在你身边的人一直都是我，不是吗？可是我只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搭档，而我喜欢的是熊一凡。哎，同学，你东西不要了。休息一下。你说这人怎么能无赖成这样？我说怎么不接电话？原来是跑去搂着大美女去了。搂着大美女很开心是不是？我也是大美女，你怎么不来搂我？我臭男人，动一个样。老大，我觉着你有没有可能是误会严哥？误会什么误会？我亲眼看见他在那儿跟他搂着，误会什么？我是不是不想要你老大了？你帮别人说话呢？老大，我就觉得那个弹钢琴的不是个好东西。是个好东西。我的丁大宝贝儿呢？不是，那到底是还是不是？
Excuse me. 大哥，东西带了，带了。您放心啊，今天这老妹儿我绝对能搞定，绝不给咱苏华十三道丢脸。好，多谢大哥指点迷津啊。挂了啊。Are you okay? I'm okay. 学长，我没事儿，你慢慢来，我不着急的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不能在这儿了？人家路展啊，在哪儿都能看见你。晦气。缘分嘛。你今天可以啊，平常怎么没见你这么穿过？凭什么打扮给你看呀？哦，相亲来了是不是？相你个大头鬼！你呢？今天又来见哪个女朋友啊？天天这么折腾，腰能受得了吗？你这么贪心我腰呢？是不是觊觎我肉体很久了？切！我劝你还是挂个眼科，好好看看，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夹枪带炮的？哪得罪你了？你的存在就得罪到我了，一边两块去，别耽误我约会。老板给你把把关，来，跟谁约会？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把把关嘛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起开！学长，这儿。这么客气啊，还买这么大一束花，谢谢。你开心就好。您放心啊，今天这老妹儿我绝对能搞定，绝不给咱苏华十三道丢脸。怎么了？我发现一个事情。这个鲜花配美人。Perfect， 学长，你这回说的挺好的。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哎，那你这么喜欢中国，你是毕业之后一直留在这儿吧？我，不是很喜欢中国，我是太喜欢中国了。这里的山这么的美，这里的水这么的美，但是。都比不过你的美，学长，你这样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哦，对了，哎，说到正事，你要去考美国的哪个university？ 其实这个我现在也没想好。你不用去想，你什么时候有问题，你就打给我，我为了你 24/7 standby， 24小时我都在。OK， 来找我。好，谢谢学长。但是你可能不会来找我，因为你太优秀了。我，学长，你怎么这么会聊天？你才是真学霸，这么年轻就自己创业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创业 ？Yes， 我是创了业，还算成功。哎呀妈，经理，你可算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赶紧，等你很久了，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创业啊。其实白老板，我们这次酒店拍摄时，经理知道吗？创业啊，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是人人都会啊。你看我这创业，天天喝西北风啊。说的是一个事情啊。那学长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经理啊，我现在这年头从事的行业可多了，最多的就是骗子行业。啊，
现在骗子可多呢，你以后就得找踏实可靠的工作室合作。这比较难解释，因为我们看在中国，哎，经理啊，我有个建议，不知道你看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吧，你们酒店呢应该立个牌子，就这儿吧，就是写个“骗子不得入内”。啊，我们是正规的星级酒店，这也不是什么人随便都能进来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您坐，咱接着聊。曲美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他一直在看我们。啊，不认识。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场合，你不觉得说话声音这么大，真的是非常的 low 吗？没素质。哎，经理啊，我有时候吧性格就是坦诚，所以我说话声音可能就大一点，很自然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是。不像有些人，人模狗样的，专骗无知少女。哟。不好意思哦，没关系。你需要我去和他说什么？感慨一下。算了，没必要。我跟你说，我在中国，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人，但是就因为你这样的人，我留在了这里。我万万没有想到 ，unbelievable， 有什么 unbelievable 的呀？天天钓鱼的老油条嘛，是吧？哎。嘿，你好，啊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骂我呀？我刚问经理，早餐有没有老油条？什么？哎，那老油条什么意思呀？学长啊，你知道老油条的意思啊？所以我问他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老油条啊？对吧？不是什么好意思，不用问，没事的。我觉得呀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大家聊天啊，有点啊，一起聊不够私密，还是换一个地方好不好？啊，好，那我先去个洗手间，不好意思啊，学长。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好。哎，经理，不好意思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刚才干嘛呢？我倒是要问问你在干嘛，垃圾堆里面找男朋友。你才垃圾。你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看看清楚，那个不是好东西啊。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？我这么说自然有我的道理，行吗？你看赶紧走吧，赶紧别回去。不是你这个大骗子还跟我在这空口白牙的污蔑别人，人家学长比你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哎，你能不能别对我有那么大偏见啊？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你懂不懂啊？比我危险多了，你能不能把对我的心眼用在他身上啊？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衣冠禽兽啊？再说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判断，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的。你以为你谁呀？哎呦，哎，你好心的这驴肝肺你。哎，大哥，我只是想谈个对象，促进一下感情。你说我这把人给整晕了，不得进局子里啊？你确定这是保健品，没副作用？我这也不好。嘿，哎呀，哎呀妈呀呀！别！你慢一点喝啊啊！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刚刚遇到一个神经病，消消气就好了。OK， 那你喝完了以后，你现在什么感觉 ？How do you feel？ 挺好的。OK， 没有副作用。没有那个。OK， 好。我觉得我们忘掉这一切好吗？不要让他打扰我们的约会，好吗？让学长带你去吃东西去，好不好？那个学长，我晚上学校还有课，我们下次再约好了。是没。走了，啊，没事。你确定没事？嗯。OK， 好。嘿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嘿，我这里有房间，然后有床，你上去躺一躺好不好？
哎，就到你休息一下好吗 ？OK， 就休息一下。哎，二位到房间了。就躺床上，啊，哎，啊 ，OK， 你怎么样？啊，闷，那解开衣服，哎，这我那怎么办？喘不上气。啊，喘不上气，哎呀妈，要出人命吗？可别出人命啊！这样。我给你整个人工呼吸哈，转过来啊，就这样。干什么起来？干啥？打扰你了，经理，没问题，老实点啊。踹你！干嘛？啊？走，我告你了。还告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打电话报警了啊。你等着警察来处理吧。哎呦，我这腰，哎呀，蹲好了。我这脸呀，就为了个破保健品。来，喝点。我怎么这么没用？跟你说了，真的不是你的错。都是那个人渣的错。可是如果我当时听你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了？你听我说，从头到尾这件事情都不是你的错，你知道吗？都是那个人渣的错。地明，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，你成绩好，讲义气，脾气嘛还凑合。总而言之，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，我觉得你值得被更好的人珍惜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好了。哎，你哭可以，但是能不能先擦擦鼻涕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？行，你哭吧，这件衣服我洗了。丁大宝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？怎么玩失踪了他？这约会了，老大。不是约会也不能不接电话，一条信息也不回。怎么回事？他平常不这样。我买了新的，吃吗？那个我健身房还有课，那个你们聊啊。虽然没有你家做的好吃，但尝尝吧。来嘛，坐。来，尝一尝。对不起啊，你打电话我都没接到，因为我在帮唐唐录一个四手联弹的视频。就只是录视频？就只是录视频。一看就没我家的好吃。那当然。果然，我一定吧。什么？哎呀，都是我不好。你看我这老大当了一点都没保护好你。不要这样了，是我没保护好自己。不对，都怪你个渣男。我当时是浑身没有力气，要不然我一定打爆他的狗。何止打爆他的狗头啊！我要是遇见他，我把他皮都扒下来，气死我了！敢欺负你，
老大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你说，你赶紧说，想怎么教训那混蛋？也不是关于他的，是我好像喜欢上白玉泽了。谁？这谁？白玉泽？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完全都不知道啊？说来话长，反正就是喜欢上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我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在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，另外一个又跟我说你很喜欢，所以我也很矛盾。你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？那你千万不许受伤啊。感情这事儿吧，如人饮水，自得其苦也自得其乐的。我要是受伤了，就是能靠老大你替我出头了。没问题，当然替你出头了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，有什么事儿我帮你解决掉。还是老大对我最好。过来过来，抱抱。你可真是小笨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等到时候见。就是他，你给我站那儿！你们谁啊？哎呦，这谁啊 ？Long time no see 啊！啊，他哥，他骂您，还打我，让你小子多管闲事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对，哎，别出人命啊，打！丁丁怎么样了？他好多了，可我还真的就是气不过，为什么没有亲自去教训那个人渣？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一定要跟我讲。白玉泽。喂，医院？哪个医院啊？啊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白玉泽被那个人渣打了，现在受伤了，在医院里。我陪你去。啊，走。白玉泽，我的天哪，怎么给弄成这样了？这手，这脚也伤了，这头，我天，弄成这样了，天哪，好可怜啊！哎呀，真挺惨的。哎呦。老爷，你故意的吧你？那，小熊，你可算来了。伤得很严重吧？哎呦，我这腰哎。这可怜死了！哎呦，慢点！哎呦，我这腰。慢点！哎呦，胳膊摔断了，怎么腰也疼？你来干嘛？探病啊。是不是那人渣干的？马上就通知丁丁。哎，别告诉他。算了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哭起来有多吓人。你要是告诉他了，他肯定自责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看我的手，我这腰，要不然你留下来照顾我。我？我来。小熊，你还要训练，别耽误了。更何况白玉泽是个男的嘛，由一个男生来照顾，不是比较方便吗？对呀。那行，那交给你照顾了。你们二位商量完了，有问过我这病人的意见没？
严苛比我细心多了，他照顾你，我放心。我不放心。他有事儿，给我打电话。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任何事情的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要上班，拜拜。接下来就由我来照顾你了。老严。嗯，哎呀，我这苹果皮啊太硬了，你帮我削了去吧。嗯，海东，哎呀，不要了，不想吃苹果了。那你刚才说……那是刚才。30秒前我想吃苹果，现在我想吃葡萄。怎么你不知道病人一会儿有个口味啊？快去。啊，把籽儿去了啊！我不吃带籽儿的。过分啊！哟，这就忍不住了。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小冯。哎，去籽的葡萄是吧？你等着。看我折腾。哎，你哦，好酸呢！天哪，怎么？你没下毒吧？泡酒不要吃啊！嘿，3号床打针啦！哎，燕儿，我晕针，不打了，不打了吧？玉也要打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把胳膊伸出来。哎呦！哎呀，不打了吧，严哥，你是不是捣乱？疼也给我忍着，别乱动。你干什么？哎，哎，你这手往哪儿摸呢？哎，哎，这等，轻点，哎，疼，哎，啊！过来，达龙啊，人呢？队友呢？去哪儿了？打他！老严，老严，嗯，干嘛？我想上厕所。你快一点。别担心啊，嗯，他知道该怎么做的，走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们俩吗？嗯，他们两个不是很明显吗？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我这么迟钝的吗？可能是吧。
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也不告诉我？疼吗？疼疼。哎，没事，别担心了。可是你这样都是因为我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那么想，我就是为了不让你乱想，我才不告诉你的。哎，你看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。好了，别乱动。你放心吧，老杨可会照顾人了，我明天就能出院了。那我回工作室帮你。你想回来？我是看你手也没有好，然后又没有人能够照顾你。再说了，你这样不都是因为我吗？丁丁他看起来挺坚强的，但是他内心还是挺细腻的啊。你说我怎么能这么大条呢？我完全都没有看出他的心思来。感情是这样的吧，旁人也看不清，最终还是得看他的选择。嗯，说的没错。丁明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勇敢去追求，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。我们丁丁好厉害呀。面对喜欢的人，好像还是得放手一搏，对吧？嗯，是吧？小熊。嗯。明晚有空吗？明晚。有啊。跟我去看电影吧。好。今天状态不错啊，特别有干劲儿，保持住啊。啊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刚刚突然抽痛了一下，没事，应该是没有活动开，老毛病了，没关系。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这么不负责任？手臂对于标枪运动员有多重要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教练。有空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嗯，那教练，嗯，今天的训练是不是结束了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干嘛去？我今天约了人。你是最好的教练，谢谢教练，拜拜。哎，哎，嘿，走吧。嗯，啊，今天看什么电影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就是想说，你会冷的话，我可以把。我们来做一点暖和起来的事情。啊？哦。就到那啊！我们比赛看谁先到达车站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等一下，徐一凡。我换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
我到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小熊。其实我。这都几点了，还不上去睡觉？那去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有点奇怪，怎么怪呢？怪好看的。你知道沸腾片吗？特别想你，因为你美得冒泡。师兄，你今天有点奇怪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袜子穿成两只不一样的了？我觉得你今天很像泡腾片。我爸也这么说我，天天说个没完，咕噜咕噜的直冒泡。怎么一句话都接不上？土味情话都是骗人的，青涩，没用。现在几点了？不是在用手机吗？问我现在几点吗？九点。不，现在是我想你的点。土味情话，亲测。谢谢。嗯，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家不是保险丝坏了吗？我帮你修。不用那么急。那不行，不能让你摸黑啊！哪个灯坏了？这个，还是这个，还是那个？这个。这个。超快修。好嘞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我修好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太晚。没事，我自己也可以回去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不是，现在。
清风徐徐拂过你的眼，是我的笑脸，细雨点点打在我心间，是你的侧颜，回忆初遇那时的眷恋，丝丝带着晴天，你我不过却只存在于那回眸瞬间，一直心领神会的语言却还未实现，有时换上孤寂勇气走进你视线，突然晨光涌现，云溪之间空出一点，哎呀，他肯定不是让我来修的头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晕我脑袋，什么时候能开开窍啊？人海之间，是你我交错的眼，梦中相见，又现出你容颜。相遇之前，那混乱不安的琴弦，与你可能画面。在唇齿之间离开一间，是昨夜春雨的眼，再看一眼，思念逐渐蔓延，天亮一间，有一闪而过的誓言，一起走过的瞬间，等待在破晓时再见。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很喜欢你，熊一凡。Thank you.